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好，自从这个龙币系统上线之后啦，2019年四周年的时候，到现在我第一次啦哈，用400龙币去换 UL 限定卡，因为一般都是拿来换 LR 嘛，我都是这样子。可是第一次就献给了我们的 Psycho 吉妞代舅，想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啦，毕竟这么强嘛。那么这一次我个人就想要来尝试用一用啦，这个吉妞队长的威力，可以无限叠防，换身体之后无限叠攻，可以啦。不过因为没有开路的关系，整体的伤比老实说有点低，然后连接我也练到普普通通啦，没有什么高。凝聚能力是给了一个必杀威力 up 5啦，没有给那个彗星，主要是因为不太需要啦，全部都自带了。一开始有全属性效果8群，变身后也有一个 50% 的彗星，然后同技能力防御是肯定的啦，就是这么个样子。那么这一次就才第一次换下来嘛，就打一些比较长关卡吧，难度 OK 啦。Red Zone 的邪恶龙有6个关卡，足够他们去叠了。然后这个关卡啦，就算没有队长200%，用这一张130%来带队都可以打得过去了。只不过是想说，再来多一次就完完整整的来让我的200%的金牛队长发挥一下下吧。好友这一边是开了一路的队长，14连击3彗星了，差不多。那么就 ，Ikimasu。看一下叠到后尾了，可以叠到多高的防御力啊，蛮让人期待的啊啊！这边的话，两个队长竟然在同一个顺位，呀呗，然后这边又被克数，不会一登场我就被打过吧？15万、19万，多少？不要吧，一登场就被打过这种事情，不会真的发生吧？呀没肉哟。没事的呀，没肉有。啊，干，真的是先攻必杀，有靠，有没有搞错？47万，甩唔甩咁用哦？我是要甩到怎样才可以这个样子啊？白蕉，哦吼，竟然连击啦，五点的连击竟然连出来啦！呀呗 ，OK OK， 全属性效果八千。可以哦，可以扛。然后利克姆，不过利克姆这边也是危险呢。如果没有他的前属性 Gato 没有触发的话， 50% 的激励诺亚，利克姆，我干没有，我差一点就，我差一点就，不会吧？太久，哇哦！哇哦！差一点就要挂掉啦。OK OK， 大家就好好的回血吧，能回一点是一点啊。对嘞，就这么个样子吧，只有一个10万的防御力，呀呗。才开场我就开始差一点就挂了，鸡牛还要不要面子的啊，鸡牛队长太过分啦、你这个是几星龙我忘记掉了，真的是啊，一点面子都不给队长。嗨嗨嗨，778万，200%的队长绩效，只要是吧拉西。OK， 提速这一个段落，哇，这边又是一个蛮麻烦的喂，没办法让金牛队长吃到血，回到血，30多万应该 OK 啦，嗨嗨，哇，完全没办法回血，呀呗，真的是呀呗，28万 ，OK OK。好，就这么个样子了。嗨，大舅，
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杀得前属性效果，马群二连击哦，刚才是300,000的嘛，现在大概就是40,000的防御力。温戴纳斯三连击的话，哎呀，10万的防御力扛得住吗？10万的血量手力，9万亿，哎，我这么一直处在那个生死线上啊，太亚背了吧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尼克姆宾啊，对呀、啊，会被那个前属性干倒，哎，没有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，血量啊，血量，给你 save， 哎，我干嘛你们把宿鼠的珠子全转掉？太慢，这么个样子的话。我想要留这个会比较好吧，看一下哦，它的这个效果也忘记跳了，因为放置放太久哦。一回合我放30%的攻击上升，体属的话是一回合攻防上升没错吧？不过体属留着会比较优秀哎，如果是这样卡的话，可是支属的连接会比较赞呀。OK 啦，留这样子好了。我们的游弋就是那么简单，嗨，稍微回点血，应该是可以回到10万左右。一直卡在 Gili Gili Safe 的那个限界点上，哇哇哇，好刺激哦 ！OK， 好，好友的开一路队长587万。水再来，水啦，连击，破，再来，哦吼，队长，抬脚，持腰，死地，想不到比我带全免费卡进来了哦！哎，我还没有200%的时候都没有打到这么惨哎，一直卡在那个限界上面。哦吼，队长记在哦，最后有那个什么哎，麻烦啊，多谢你，哎呀，这个有一点让我犹豫，我要怎样去搞哎？嘛，现在这一边防御力是有40万嘛？嘛还是回血一下比较安全呐、啊。嘛，虽然说没有什么跌到，有点小可惜。啥的，给牛带酒，成绩。その強い体をチェンジ！交換させてもらったぜ。貴様と俺の体を。貴様と俺様の体を。いや、かっけえ。はい、然后这边再继续回一点血。一直处在那个贫血状态，好惨啊！哎，队长在刚刚切换之后啦，哦，攻防能力都会掉下来了，需要慢慢的叠回去。Milky Bomba， 再来连夺一次，哎，没有。不过攻击可以无限上升，想来之后会达到蛮不错的标准啊。还好刚才有回血，不然的话那个 Giz 连一发普攻都接不住，7万，呵呵痛。所以，哎 ，Giz 巴特，喂，你们闪普攻不闪必杀是什么鬼？又让我的血量卡在 Gili Gili Sep 的那个进度。我靠，你们跟那个奇异悟空学习是怎样哦？
你不要跟孙悟空学那种有的没有的，可以不可以？哎，妈几卡哟！又让我卡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上。哎，好友的队长，好好的发挥一下。OK， 该连击了吧？还衰啦，520万。对呀，好啦，啊，武功，OK， 妈，这个开不到必杀技就算了。好，哎，这一边的话还有必杀吗？是没有。不过，哎，这个上线多回一点血，哎，多回一点血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回血了。都看不懂要到了，这个为了回血一直刺痛鼠猪。好，哎，来 ，Milky Bomb， 来叫，嘣嘣嘣，呜呼，死妖！我彗星来了，他的这个每一下攻击提升10%嘛，现在已经打了4下，再来多几下就好了。Yes， 啊，没戏啊，马吉卡。This， 对啊，啊，不会吧？一定要生这么一滴血吗？哦，70万了，我的队长。哎，这怎么得？我们看一下哦。啊，不过这边两个辅助的关系啦。回好多血。这边都看不是肯定的啦，那么就给他去吧。也就不需要特地点，就当做叠一下防御力了。What？不过70万的队长，70万防御力的队长，扎克梅。594万嘛，哎，后面全部没点到 ，fucking！ 好了，我的血线又回到一般标准了。之前一直保持在那个一粒 save 的状态，一直残血啊，现在10%血量，10万左右的血量，20%的血量是怎样哦？玩爷妹，OK， 这边的话，嗨，我们就来个这个样子。一个这里，come on， 好，不会有事的吧？哎，少掉了队长的辅助啦吼，这个 LL 的金牛队长就比较普通一点去了。嗨 ，Milky Bomb， 好爽哦，这招 bang bang bang， 可是连我一直连不出来那个必杀，叠的不够快去了。嗨，355万。死了！可是利克姆啦，大家可以发现到高确率真的是危险的，一直都不触发出来。71万的防御力，然后这边也是没有必杀，没有必杀会来，爽啦，轻松。OK， 一个走。然后防御力跌到这么高过后，就要靠其他的队员来压血了，不然好友这张应该是做不到变身吧。哇塞！哦，连击啦，中确率，哎，没停变身过后也是有中确率，我自己的那张触发力好烂哦，
大概三连击啊，没有三第三连击失望了，普普通通罢了。嗯，被特殊不行 ，Dish 应该扛得住普攻了吧？哎，终于扛得住了，哇，也花了好长时间。喂，封印技能啊 ？OK， 队长上前。哎呀，嗯，62万，哈哈。哎，队长这边还有一个40%的回避力哦。哎，Don't play play 啊。OK， 来。回避，对啦，队长很会做事嘛，哎，660万啦，输出力度。嗨 ，Milky Bomb， 呼，再来连击，哇塞，690万，等你很久啦。一个赞，嘣，塔诺西米，哇哦，这边。太赞了，不用受到攻击，来救，再扩啦，哦吼，79万，太爽了吧，哎，哎，哎，可是那个一发必杀，如果请在那个祭级牛身上，有一点小麻烦，会扣蛮多血的，他可能直接暴毙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看队长的表现好了。队长，哦哦 ，OK，nice， 接近80万的防御力。哎呀，咋个没？594万，寂寂牛特战队，杀二连击，千万的输出。还诶，439万的输出，我靠！哎，居然被回避掉了。嗯，来看一下哦，必杀技在最后啊！哎，怎么又是这种让人烦躁的抉择时间点？我不想离开这个顺位，所以我就开一个 Wish 吧。原本还想说看看就直接来个无道具什么之类的，啊，算了，无道具什么的无所谓啦，玩得爽比较重要。OK， 一个这，哇，太叫塔诺西米，721万啊！这个攻击力一次叠上去，叠得好爽啊！米勒蒂蹦吧，蹦蹦蹦蹦蹦，哇、哦、吼，这个输出，塔诺西米。OK， 这边的话就到这边为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然后下一轮，因为 Jis 会受到不小的攻击嘛，下一轮应该是可以回，可以就可以变成了另一边的那个队长，哇，这样威力又更加猛啦。OK， 必杀诺亚，我竟然回避掉了，浪费掉我的那个 Wish， 完全没必要嘛。嗯，这个样子好了，还是开到超 B 比较让人心安。还两个辅助，这边的话是59%加30%，89%的辅助啊，高，实在有够高。OK， 竟然回避，快要100万了吧，队长？感觉队长的输出快要100万了。应该说防御力快要100万了，哦，索罗斯778 ，OK 的，现在还有一个 Wish 的存在嘛，应该扛得住了，天啊，23万，死不去就好。嗨。
这边就看队长表演啦、啊。50% 的回避力，感觉还好。哦，693万，少掉了辅助啦。Minuki Bomba， 再来一发，哎呀，721万啊！好爽哦！呼，塔诺西米啊，被锁位干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没办法哎，队长还是没办法哎，还是不够，扣的血量还是不够多。呼，100万啦，100万的防御力啦，萨斯卡带救。好模式了，嘛嘛嘛，那么就这个样子吧。即使在前面开一个必杀，也可以增加攻防。那么队长，577万，呀，可惜啊，没有办法变身，输出力度没办法更高啊。再来，呀，队长，这种自带连击的角色，然后又有全属性效果拔群，要怎么输啊？好，哎，随便你开，哎 ，Zack， 有外，三星龙有外，连给金牛队长破防都做不到，太爽了！不过这一轮打的也太久了吧？哦，亚贝，必杀在那一边。sorry， 三星龙，对不起，我该讲你是扎克，其实你一点都不扎克，你很强。yeah， 手下留情哦。不过 OK 吧，应该是有吉斯巴特的60%额外辅助，够猛了吧？希望你是可以连击啊，没有，哦呼，40%的，哦10万，咋个没？哦吼，940，哦这一枪，米勒给梦吧，哇、哦、这个输出哇太爽了，让人一夜啊这个输出，我可惜啦没开路，呀没开路真的是没送哎。没开路的队长没办法感受到他的最强威力，那个三连击这样子的感受，那个才是爽啊！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嗯啊啊，这个是被所谓的吗？不会吧？最后让利克姆来收尾？马吉？因为一个都看不得哇！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一轮打那么久，是什么地方出错吗？怎么打了这么久？我上一次打的时候，大概130%的机流队长都不用打这么久哎，那得都是对机流队长的错。哎，最后又是金牛队长来收尾，剩下421万，没有连接就是可怜呐、啊！妈呀！好啦，就是这么个样子。金牛队长的出战呐、啊，哎，我自己有200%的时候，之后去尝试一下那些更加高难度的关卡，看能不能用金牛队长来做一个红旗全通了、啊，会尝试看看，嗯。那我可以做到当然是最好了，哇，打了22分钟，呵呵，为什么会反而打得更久啊？我之前又我自己没有的时候还没打得这么久哎，那得，哦，可惜呢，嘛，就是这么个样子啦。哎，金牛队长200%队伍的初体验，感觉不是很愉悦呗，愉悦度不够啊。哇，之后再来尝试看看其他的关卡吧，期待尝试看看其他的关卡。
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。